好，那这是其中一个流程，就是我们去MyBus 过来的状态。那其实过来以后，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线要调整了，这几个点，中文输入吗？Shift Ctrl X 没出来。好，等一下。OK，Capsule，这个到时候再来校正几个东西，但有些就会在这时候会发现要调整了，对吧？多选到，一点一点来。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一点normal 的角度，但是还好，差不多在可接受范围。好，那个法象限反向的问题，先把这张拿掉。好，法象限反向的问题，我们在MyBus 课程的时候一起修正。其实这个就等于是要重算。就是 normal 整个部分要全部重新计算了，因为这一块你翻来翻去，它不会翻回原来位置，就对不回去。那所以你怎么用，像这块也是有问题。好，所以这个还有这边有一个接缝的问题。好，不过这个在引擎里面可能会消失。好，这个接缝问题先不管它。好，那还有好。先把这个讲一下，继续接下去。这个东西呢的做法的概念是 Auto Q。我做一个 Hi Party 的物件，做出一个 Hi Party 的物件，看一下。OK，好，然后再选一下，我要看到的是。这一组，detach，哎，成 clone 复制，好，所以，其实这边有一圈，有一圈这个东西在这，那现在这个还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理，好，就是。先把这关掉，这关掉，所以那一圈在这个地方，在这里，好，这一圈东西在这里，那他会做什么事情啊？其实就这三个一样复制过去给他。点不到，点到了。好，paste instance 给他，那他就会得到一样的资料跟长相。那这一组呢，就在这里，就顺便做一下。看不到，推上去好了。一处面板被我拉到哪里去了？Attach detail 这里，然后应该用 Bevel 比较好看。Bevel by local normal。好，那就可以用这一个来做皮带的结构。好，做皮带结构，当然这个厚度。还是太厚，0.2差不多。好，那这其实整个推上去就会看到这个结果。好，哎，这样次物件不能留在次物件里面，这个留在次物件里面推上去，跟
没有留在置物件里面上去是不同的长相。好，那我还要再编辑一下它的造型。对，这先关掉，因为你连的次物件一起上去的话，不是，就因为我现在要编辑次物件，所以你把它开着，它就会连的次物件一起往上跑上去，你就什么都看不见。好，那还有就是这个，如果你把这个开着，它会变得全部橘色的，就看不到线选在哪里。Loop，因为我要把这两个。这比较容易处理，稍微再放大一点点。看一下有没有锁着，因为动起来怪怪的。OK，没有锁在 Edge 上。那我刚刚选的嘞？这怎么会开着 ？OK，是这样才对。我要把这里稍微再扩张一点点。然后切到两个物件的共同轴心，可以做一下这个调整。再稍微一点点圈粉。不会动，是什么东西在跑？没有，Max 当掉。0%，哎，可以了，会动，又不会动。我每输入一次数值，它就对。有点奇怪。用手动好了，一点点，我这里只要，哇，不行，这一动就会变很大，就不行。好吧，那就先维持这个长相，因为。我要希望我在这，我想要再做一个小，有了出现了，小小的斜角了，OK，啊，可以开上去了，这一边也是，OK，好，那个斜角又被我弄。又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。好，OK，先不管。那当然这样做有一些用途啦，因为用这个方式做的话，再关回来。你把那个什么皮带、扣环什么，通通可以在这上面一起，模型上面一起做出来，模型上面全部一起把这些东西都做上去。所以皮带、扣环。Rectangle，今天在旁边做，大概这个大小。Rendering，enable，enable。OK，是在这里，没错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应该 OK，看起来行就行了。我觉得看起来差不多，然后往下压一点点。接下来要编辑，又要编辑这一个，开始对应它们的彼此的位置，就是像这条 loop，稍微向下凹一下。
让扣环可以对到这个位置，然后这边只好选这条 loop，有一点误差，好，不管，因为这个还可以这样子啊，再 scale 一下 loop，再 scale 一下，好，那然后回到。这个现在是 Sprite 转成右键转成 Convert 成 Poly，Connect 2 3 OK，好，因为这个现在才能做这个指令，Band 不是这个方向，不是这个方向，90度，哎，也不是，那Y 这边转90度，角度调一下，这部分就是比较自由的，我只是把一个物件塞上去，做这样的一个操作，让，然后底下这个模型有东西要编辑。因为我现在是这样绕出来的东西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其实这里的模型是不合理、不合，就是不应该会跟着卷过去。按错了，Re，选面，删掉。好，那这边一样了，这其实一直大概可以一路删到。大概可以删到这里，然后接下来是自己编辑。好，那背后当然要人工补起来。好，这背后要人工补起来，补起来也很简单，选这里，选这里，bridge，好，那剩下一个破洞，cap，好，这点要不要整理？随便，目前其实要整理一下，但是要不要整理得很漂亮？不用，好，为什么不需要整理很漂亮？原因是因为，这一个模型只是我要拿来做。Render to texture 取造型的东西，所以是不是整理得非常漂亮，这点不重要，啊，就这个部分反而在这里，因为这个模型本来我的用途就只是要做这件事。再缩放一下，像这样，它只是变成一个模结构在这里，好，只是变成一个这个结构在这里。好，那然后这个模型为什么没办法跟着变形？因为它也要 test instance 一套一样的东西，除了 push 不需要以外，好，那它才能够跟着位移。怎么变成这样细细的？哦，symmetry 的中心点。Symmetry 需要独立出来。我现在做的几个操作都是，同学比较会，不知道会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操作的东西。看一下镜像 Raw Z X Y Flip，你看另一边呢？他找我麻烦，那没关系，删掉这个。我现在是需要它的整体的 band，然后 push 不需要，所以我只需要取到这个造型，那另外那一半就直接再一次的，其实用镜像就可以了。好，用镜像，以世界，因为我现在中心点都在00，我做原始基础模都在的习惯，一定中心点在00，所以这个模型。
其实他有受到，应该，诶，他怎么没有跟着做旋转？OK，这个 band 也不能用啊，我人工自己转好了啦，自己调到那个位置，然后使用世界坐标，世界坐标的中心为中心做 mirror copy。诶，模型中心点跑掉了，我看一下。这个的中心线，哟，跑了。应该是我一利用这个功能来做造型修正，那不管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全部手调。回到 view，不然又看不见。又会看不见，那调整的时候再把它对回去就好了。OK，那这样就会得到一些，你可以在这上面再继续加东西啦。那我可能现在就不管了，不继续做。那里面有个洞这件事情，其实不应该有个洞，不过现在也是暂时不理会它。好，那。剩下的需求是什么哈？我们需要再做一个跟这个长得一样的圆柱，又要来玩 render to texture 了，因为我们的模型的材资料其实是从这个来取得。但是造型等一下要改，因为皮带的结构还是得做出来。16好了，以现在的 game 来讲，这个12，然后这个面数是很 OK 的，然后中间加上回到这一层，cap 的 segment 加上这样的面数 OK，好是 OK 可以用的，那当然你可以在我们还是要再调整出这一节啊，就那一节还是要调出来，所以。我们的造型还是得需要，那从这里开始有一些需要修饰的地方，从这个地方开始。那至于怎么跟它贴在一起，其实贴在一起还蛮简单的。选面，哎，没，再来一次。选点，按着 Ctrl 选面，Grow，这是中间删掉。要调在一起就直接缩放，差不多就可以。好，差不多就可以。那因为本来我们现在的需求就只有，基本的外框先对到，就这一圈来讲先对到，然后再来等一下要调这个内侧那一圈再压进去。这样差不多，然后这一圈，这个稍微要做一下这件事，因为这边缘毕竟它还是比较圆，我们需要给它一点倒角，让它可以算那个地方的资料。那把它放到看起来是中心的地方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一块翻出来。好，翻出来指令其实大家都知道。看一下，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到这里可以。就 hinge from edge 啊，就 hinge from edge，找一个 edge 翻，然后再来回来修正，因为一定会有跑掉的区域。找一个 edge 往外翻，OK，好，那看一下点模式，一定有一些点会像这里。因为我们这一种翻的时候，一定会有点跑出来，所以检查一下。其他应该好，剩这里可以再调整。
那这一条 edge 应该再调过来一点点，再等一下再把这里铺上去，你就可以准备计算相关的资料了。好，就可以准备计算相关的资料给他。那这一个 symmetry 跟 band 再 copy 给他。跑哪去了？symmetry 独立。Flip 回来，上去，OK，好，那这一个就是用来算，其实我现在这一块是要用来算 render to texture 这一颗，哦，看到中心线，果然它的那个，我有动那个 symmetry 的 mirror 线，我有动 symmetry mirror 线，这个人工等一下最后再接，，OK，那概念是什么哈？不使用 MapBus 的状态下，全在 Max 的状态下，你也可以自己去建立一个，这个也嗨起来，建立一个 High Poly 的 model。那不管 Sensei 所有的技术，所有能用的方式都用上去，材质呢也在，也不管它这个也不用管它要不要拆 UV，你就直接把你找得到的布的材质往上盖，皮带的材质往上盖，金属材质往上盖以后。render to texture 的时候，全部一起算去 diffuse，normal 一起算过去，然后低木元素的那一个再去修它贴图，然后这一个就不用。好，就是这是另外一个操作流程，就是我反正就是做一个高面数，一个低面数，有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用法啦。你如果是这样做哈，那就准备做个片头动画吧，我有高面数的。我们就有一个高面数的可以做片头动画，有个低面数的可以去做游戏需求或即时动画需求的东西。好，OK，那这是这个会往下，等一下会再继续处理的部分。